呈现的是我们的吃喝方舟第一届的最佳彩色大谱，最佳彩色大谱就是超过30×30以上的，然后要超过3个颜色的这个彩色的大谱，不限位置，不限风格，只要你是彩色的30×30以上就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评比。第一个位置就是刚刚这位双甲双包手的这位美女，请问一下你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吗？还就这边？好，还没哈，还没，正在 ing 啊，进行中，还没，所以感觉你应该是会啊，你的预想是怎么样？全通体吗？全部啊，到脚这边呢，你手这边也就全部要延伸。哦，就到他们这样子有，或是袖子这样子哦，那也很猛哎，那也很猛哎。后面吧，前面应该没有，就后面这样哦，很猛哎。啊，你是这样两只手花了多少时间？这边大概都一个月。啊，一个月你去几次？啊，一次花多久时间？四次嘛。那、这边是多次，一次都刺多久？你那一痛吗？我最久是快要7个小时。这么厉害！好，来下面一个位置拍照，谢谢。啊，你在那边？哎、欸，这里。好，这里 OK。你比的是整件的全部。好，那你等一下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帮我转背面。好，那你看大家好像拍了差不多，转背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转。你在直播呀？啊，你在干嘛？拍影片、录影。下次可以带个脚架，手不会那么酸。今天就去买了，明天就来用了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下面一个位置这里。哎，你也很厉害耶，你也是双甲的。你有来比赛吗？没有，没有比赛。哦，你是的，不是。你知道你后面有柴哥槟榔摊的衣服吗？你知道那一件很难买吗？你那正版的吗？厉害！我就觉得得，字金金展，方周都很好，好看。冰友才懂的点哈。好，来下面一个位置，我们这个主办人柴哥也是柴哥的粉丝啦，应该是朋友。他会分享柴哥的各种的留言。好，这一位就是我昨天看到就很厉害，他的这个行云流水的线呢，顺着他的身体的曲线，你看啊，我做一个动作，你会觉得很酷哦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他就是这样子上去的，这个你有看到是这种的这个海浪吗？好，它是有一个这样子设计，然后这个臀就直接这样包上来，提臀的效果，然后开背的效果，在这个海浪的线条上面。来，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来这里，怎么样？你从台中回来了？回南投了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我们的鲍哥哥又回来了，特别看一下这个瓢虫上面的水珠，好不好？我喜欢看细节的地方。
好，再稍等一下，让大家拍个照片。好，下一个是我们的最佳黑白大图哦，所以请最佳黑白大图可以准备一下哦，等一下会公布时间让你们来报道，因为现场这边报道数。无限 HD 频道会员开始招募啦，只要60元就可以当一般会员，每天爽看会员专属的黄标影片，750元就可以当股东。可以邀请摄影师拍你想看的签唱会、记者会、4K 线上直播等，股东还能看特殊神秘的影片，不要犹豫，赶快来加入。